后备指挥部，靠嘞！为什么会有后备指挥部？干嘛、啊？教育召集令，林嘞！哦，为什么是我？我就会炮击的，炮击！你会觉得我不行的吗？好累啊！我累了。我娘喵啥小啦！112年10月30日的8点到112年10月30日的12点，哎、欸，这样是半天呢、欸，是吗？哦，不是，啊靠杯啦，30、31、12、5天啦、啊，哦，为什么是五天呐、啊？哦，明天就不红了。哦，为什么是五天啊？现在出国还来得及吗？谁叫你常骂蔡英文？我没有啊。嗯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有车可以搭吗？还是要自己去啊？哦，半年内确诊？不是啊，我没有确诊啊。查到了，你爸帮你带你的，叫冬瓜张带你去。哦，又要找那个坏朋友。报道时间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？为什么是我、啊？好像粉丝五天都会变心呢。哦，明天就不红了。哦，为什么要这样诅咒我啊？烦死了。哦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要当兵啊？啊，去教招要干嘛？去洗厕所、扫地。幸好是在高雄燕巢，他那个召集部队是什么？澎湖县后备第四营，哎。还是要去燕巢，然后一起搭船去啊？应该不可能吧？现在很超要行军露营哦，把腿打断好了，我最不能走路了，我的腿不太有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的腿没什么力。五天让你哈七包烟没问题，而且可以睡很饱，真假？那你知道我欠睡眠债欠很多吗？就是我每天都没有睡饱，感觉是进去爽呢。如果照你这样讲，感觉是爽局哎。阿贤最近以网红身份进去。以平民身份出来哦，五天就没人记得我了，还五天、哦？教招有你，但工商没有，为什么？感觉五天出来就不红了、欸，你会觉得我五天出来可能就变成工厂奴隶吗？哎、欸，俊佳，你要当兵吗？不用啊，免疫呢？哦，为什么你也免疫啊？那、啊、你什么时候去当兵？10月30日没？哎、欸，十月、哦、这么久、哦？嗯，哎、啊，你世界赛开打了吗？那时候应该可能打完了吧。来一集新兵日记，又有新兵日记，烦呢、欸，妈的嘞，为什么要叫招啊？你跟我叫招的同梯很像，你跟胡椒一起叫招，还是凤梨王子？你演里面两个角色，我可能演石俊吧，当背骨仔好不好？因为觉得叫招回来就不红了吗？感觉有可能呢、欸，你会觉得下个月可以回到过去吗？就是当兵那时候，会呢，感觉戴钢盔、欸，哦，又要回去当兵，为什么那么烦呢、啊？为什么叫招叫到我啊？现在人是2000人，叫招回来变200人吗？哦，为什么要叫招叫到我啊？本件为台端教育召集令，请依规定时间地点前往报到接受教级召集训练，否则依。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处理。哦哦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要叫我去叫招啊？国家需要我，感觉蔡英文喜欢我哎、欸，你会觉得吗？阿贤可以进去开实况吗？好没，我今天问班长好不好？进去就先说我是未来实况的续航力之神，我需要开台。为什么是选到我啊？突袭的男实况组都没人在当兵的吗？为什么是选到我啊？因为你续航力不足，哦，感觉你这含金量进去被认出来，会吗？阿贤，这是国家给你的考验，撑过全职实况就是你的了。好妹，我出来应该会还会红吧？为什么又是这个剧情？爆红之后是要去当兵，竟然是 MOD 内斗？哦，为什么啊？
又要重蹈覆辙哦，然后就是人数一落千丈，然后就是我得忧郁症嘛，然后我就开始他妈的狂喷乱喷啊，就是看到谁我都喷这样。我、哦、为什么要一直重蹈覆辙啊？然后人数剩200人，然后我就整天很 emo， 然后就一直很厌世，然后就对这世界感觉没什么期待。挺喜欢当兵的很多男生，你会觉得实况很难熬吗？就是我已经退伍3年了，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些基本的小人数之后，哦，然后蔡英文又来了，你会觉得很烦吗？就是蔡英文感觉偷偷喜欢我。这次叫到地点在哪？我再看一下，干忘记了。好，在燕巢啦，只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营区。燕巢班巴拉，凤雄营区。啊，贤哥，凤雄超烂，自己保重。那感觉出来就不红了、欸，哎，没有续航力。撑到年终会不会又开大招？没有没有，就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叫招就是一个分水岭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我们能撑过教招，就有机会。如果我们连教招都撑不过，那就到65岁好了啦。怎么能进 DC 陪你看这个时间？那他们还不都珍惜？没有，他们明天有活动没、欸？你知道，就只有像我这种没活动的人，才有这个闲情逸致在这里吗？10月底你也有活动？嗯，好妹，阿贤，你是怎么知道被教招的？啊，不是啊，人家这个。信都寄来了，阿伯呢？信都寄来了，阿伯嘞？现在当兵会这样吗？还差不多吧。我们那时候也是啊。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人钱不见呐、啊，啊，就全部叫到走廊，全部站一排没。然后班长进去里面稍微翻一下而已啦。就去寝室里面稍微翻一下，没有这个那么夸张啦，但也是有翻一下。有抓到吗？啊，那个人就说他靠北，他就说他记错了，他钱放在内务柜里面没，干你妈的，白痴！害我们滑手机的时间就被拿去那个。六点起床，有人4点起来折棉被，我跟你讲，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太早睡了，干我们那时候都8点半就睡了、欸，干班长不想管我们，叫我们8点半就睡觉、欸，哎，靠北啊，8点半睡，妈睡到4点差不多啊。90、11、12、13、4，差不多吧，睡到4点半，8个小时。哦，我之前都5点起来折啊，啊6点集合，5点就起来了，因为有时候是真的睡不着，有时候就还没5点我就醒来了，因为也很早睡，就是大概9点就睡了，然后就5点起来，因为那时候是可以靠折棉被放18的，大家都很认真折。部校伙食很烂吗？干你娘，每天吃超饱，超级爽。几百的你啊嘞，干那个跟 buffet 一样，林老师嘞，每天他妈吃超好的，没错，每天双主菜，什么最期待的就是什么有普烧鲷鱼，然后跟炸鸡腿，哦，干那个真是，你会吃到走不回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从餐厅到那个寝室有一段路啊，吃到走不回去，干超饱，我就会炮击的。炮击！你会觉得我不行了吗？好累啊！我累了。哈欠，以防万一，废纸本带一下。干，废纸本我就丢掉了。我好像今年大扫除的时候把废纸本丢了。靠！那时候没用完呢、欸，哎，痱子粉撒在脚上真的超爽。有当兵的人一定要带痱子粉啊！那时候洗澡完或者是天气热的时候撒在脚上很舒服。讲到小蜜蜂，就想到那时候有一个人有恋母情节的，干他的他竟然喜欢上那个小蜜蜂阿姨，还跟他要赖，阿娘喂！哦，当兵真的一堆怪咖，你娘嘞！哦。我先去大便，我快受不了。啊、哦，拉个屎。